大家好，我是Nan-ying，我是今年四月份来到 RCIIS 念书。那我会选择来到多伦多的 RCIIS， 因为我本身是金融业。那多伦多也是在加拿大中的一个金融业聚集的地方。我在 RCIIS 选择六个月的密集课程，那我目前上了 pre-academic 跟 IELTS 的课，还有 speaking， 还有 advanced discussion。那下午的选修课呢，我选了 Star SN Star Drama 还有 Customer Service Grammar 课。在 RCI 最喜欢以及觉得最有用的课程，这取决于个人的目标。那我的目标是讲希望可以英文讲得更加流利，以及在像考多译以及其他检定考能够有一定的成绩，所以我在 Power Speaking 以及 IELTS 的课分别可以去提升自己的听说读写的能力。我觉得在台湾以及在国外学习英文的最大差异，就是你有这样在国外这样的环境下，你没办法用中文去解决你生活上的需求或者是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你会想办法用英文去解释以及沟通。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培养你的自信心去学习说英文。我会推荐想在台湾想来 RCIIS 念书的学生有几个原因。第一是这间学校非常注重口说能力，所以你如果想要在短期之内提升你的口说能力的话，这边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你会有很多机会跟大家一起沟通。第二是这间学校相对于其他的语言学校来说比较小，但是却很温馨，就是你可以跟老师啊以及同学之间都有很好的感情。然后第三是在每一堂课的结束时候，老师都会跟你有一对一的 feedback， 让你知道你还有哪些弱项，以及他会帮你建立规划一下你可能未来的一些学习的目标。我想去 RCIIS。